阿 K 当然之前有关注，也是在另外一个节目嘛。那另外一个节目，他的呈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凶猛。我是一个台上很凶的人，台下也是很凶的人。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因为我在另外一个节目看过你，就是你在 battle 的时候很凶，对不对？对。你不会对我凶吧？不会不会，我很随和的。你很随和，我超级随。别，我知道我知道，因为 battle 的那个态度要出来嘛，我知道。那你不要台上不要高，但在台上我对，在舞台的时候你可以变得野兽，但是你不要私下对我。没有没有，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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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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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怕，知道吗？不会不会不会，真的不会。哦，不会。所有人都认为他很凶，但是他其实很萌的那种，你知道吗？其实他不凶啊，有时候其实他蛮黏人的那种。你到底公主在哪里的？今天全场人都在喊小公主。迟点你知道了。那我们就准备了。开开开！第一季的哦，凶猛的那个表情，整个态度跟他私下刚刚看到他的第一眼完全不同。动作，这是这样的。我如果这个毛巾给你之后，你会去别人那边吗？不会。你确定？对。上一集你有看过我们的吗？看过一点。看过，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进去小房间去找你们聊天，这样。听说了。听说了哈。你不会到时候？你知道吧？我会努力。你会努力什么意思？我会努力。选我还是你会努力？不，我会努力帮助你打冠军。哦，对对对，你要努力一起打冠军，但你不能跑去吴建豪那边啊。哦，不。他给你任何东西都不能给啊。不会，我知道。你知道哈？要不然我不给你哦。啊！过。阿 K 的整个 hip hop 的律动，他给人家的那种企图心、攻击性很强。我觉得他跟别人 battle 的时候，更肯定他可以帮我拿到分数。好，下一位，你好，我的名字叫 Sammy。Sammy 从韩国来了。啊，哇，护照是中国。哦，你好，你好，你好。所以是爸爸是中国还是妈妈？爸爸是中国。厉害，厉害，厉害。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귀여워다귀엽다밥먹었어밥吃饭了먹어봐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사랑해요사랑해요뽀뽀씻어요뽀뽀씻어요뽀뽀요뽀뽀요뽀뽀我不会了，我刚才学的韩文都说完了。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也要出来，他跑了，他跑了。我也不能男生不能啊，我也不能，我觉得。
的那个跳舞的那种感觉和他的那个控制力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牛的。表情好多哦，因为他们看不到他表情有够多的。如果你跟我同一个战队，你会帮我拿冠军吗？当然，当然。我觉得他做的东西踩的点跟所有的流畅度是非常专业级的。来吧 ，AC， 你好，我是 AC， 我来自广西柳州。跳吧。好。AC 啊，不行了，这个我要去。哎，你看你们这些人真是经不起。表演张力很大，我拿超多奖了，他 Q 的世界级直接 Viking 冠军，把那个老外干掉。AC 是那种热情，就是看他跳舞，他不是在表演，不是在秀技能，他就是在嗨的玩儿，就那股劲儿，我觉得可能在后面会很精彩，跟别人 battle 的时候。他不，但是他那边虽然人少，但是一个个都是。炸弹，这边也很厉害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每一个舞者都有可能站上 battle 的这个舞台上面，那所以你们的作品，我希望你们可以都表现得很好。但如果今天作品如果真的有一点点差错的话呢，没关系，重点还有 freestyle。帮我放个音乐 freestyle。那 freestyle 呢，是因为它不是作品里面的东西，你更可以看到出这个舞者对于音乐的敏锐度。整个身体的协调性，还有他的临时的反应。过。